时间已经来到5月28日的凌晨时分，气温是33度，湿度是31%，路面情况大致畅顺。我们继续等你的电话。为什么要对你我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他，就觉得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两个。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令我没办法忘记。他问，如果想去法国，是不是可以在旺角落车的？当我在想，他其实是不是想去法国医院的时候，那个女仔已经落了车了。之后我都没见过他，不知道他到了法国没有呢？